动算倒来变动算好，一个上届台湾优先认同本土，甚至将来唔捌讲国北京话，咱台南市安平副所选出李文清议员，要记得咯。各位台湾共和主人，大家好。郑鸿仪干啦，错一句话尔，代表流袂煞，伊还阁要你用错过啦，对不对啊？较早阮老爸咧错的时阵哦，连四错都有听，恁知影毋知啊？较早安平吼有一句话呢，讲连一个过四错伊呢，安尼是大恶尔啦，对不对啊？那亲像讲国民党这阵傲慢加台人加搞的时阵，这都爱怎了等落来啦，对不对啊？真正可笑可笑呢！我讲啊，这就是讲咱台湾人，咱对家己，咱无够信心，咱长期去予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下面，连讲真正要错一半句啊，咱真正敢在看伊的面色，咱甲继续行好无啊？我干那遮久啊，讲一句脚踏脱找无难分尔吼，吼、哦，大家讲文静啊吼，你真正讲这个台湾话是够好听啦，对不对？真正唔捌字、无水准、无卫生的，就是中国人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文静啊，伫这个所在，拜托咱大家。这不是只一场议员的选举而已，这是一场咱台湾人，咱是不是要做自己的主人，要建立咱自己的国家，一场关键的选举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文静在安平的所在，我台湾爱夹 台湾安平啊，是台湾历史建国好原地，所以咱一平一国，咱在安平文静的知识一定要高调，好无？文静啊，做议员，我敢向国民党挑战，敢向啊这个不义的政权挑战。所以，我做议员，不是干那讲电影的服务尔，咱是要打破中华民国这款非法统治的体制。大家讲对唔对？所以，拜托咱大家全力。加文静的支持，唔通分票，阿对阿无？加文静的投票票阿无？咱在月二七，咱这场的这个选举，唔是讲议员啊，这个偌重要，但是咱较重要的就是讲，这个国民党用司法来迫害陈水扁总统，这就是咧迫害咱台湾人，大家讲对唔对？所以咱在月二七。咱大家用选票来讨回咱的公道，好阿无？来救阿边阿阿无？咱拢一平一公的只候选人全部拢当选了阿无？安平阿文静阿斗阿少一个阿无？老赢只阿平我请食豆花阿无？食阿仔了阿无？咱大家共同打拼，感谢咱大家，多谢多谢。非常感谢咱的。